东西。哎，我们那时候是怎么骑的？好，星山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
好。你一定不一定会鸟你。我反而觉得。变色了，然后石龙子的一种吧。风很怪哦。对啊。这个竹子通常到膝盖。嗯。动动了，在下面的，这已经在。别人打进来了。他刚刚有好像那个放日机有打进来。真的。要收定啊。要收定了。收。收定了。为什么讲啊？差死啊！传出去，我看到这个买，他卖有的不懂，听到吗？
请你帮我拍摄。好好。下雨啊，快到山顶的时候下雨啊。嗯。对。